杯是你最好的武器。45点，只要面对现实，你才能超越现实。46点，良心是每一个人最公正的审判官。你骗得了别人，却永远骗不了你自己的良心。47点，不懂得自爱的人是没有能力去爱别人的。48点，有时候我们要冷静问问自己，我们在追求什么？我们活着为了什么？49点，不要因为小小的争执远离了你至亲的好友，也不要因为小小的怨恨忘记了别人的大恩。50点，感谢上苍我所拥有的，感谢上苍我所没有的。51点，凡事能站在别人的角度为他人着想，这个就是慈悲。52点，说话不要有攻击性，不要有杀伤力，不夸己能，不扬人恶，自然能化敌为友。53点，诚实的面对你内心的矛盾和污点，不要欺骗你自己。54点，因果不曾亏欠过我们什么，所以请不要抱怨